妹，你不用刷牙吗？小中间一个这样勾起来，然后两点来。哦，等等等等。嘿，空城，哎，没过，哎，挡住了，哎，过去，哎，哎，居然得分了。到三年级啊，其实他们三个人其实都很不喜欢念书，是吗？对啊，不是有一个是研究人，对啊，他如果不喜欢念书，他要念很多研究的书，哎，因为他最后喜欢太空，哦，他是因为太空科学，他是因为喜欢太空所以去念书的，嗯，对，欸，那你觉得你会喜欢念书吗？喜欢，我超爱的。真假的？如果你以后喜欢的事情不是念书，也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反正每一种都喜欢。只要你有找到喜欢的事情就很好。那你猜我长大想要做什么？你现在有想吗？就是吃面包仔。你要当吃面包的人吗？啊，我知道你要当面包小偷是不是？哎，欸，不是，为什么我今天做一条黄色？第一次看到你，你讲的话太让我震惊了，都掉到我身上了。
你没煮过这么好吃的。嗯，真的假的？我不是煮过寿喜烧吗？那更好。那更好吃吧？不觉得甜甜的。你在干嘛？我是海盗。海盗。海盗在吃鲜榨果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也太多了。哦，你看，有在飞耶。Hello。第一次看到萤火虫。一闪一闪的。那他一定会输啦。
了。